杨千嬅呢日就出席银行宣传活动，之前千嬅就同老公丁子高一起变成八十岁嘅公公婆婆拍广告。呢日重温当时嘅片段，千嬅仲系觉得好感触啊！因为嗰个系另一半啊嘛，你唔系个演出对手啊嘛，哇！真系见到嗰下我都突然间都都好感动，同埋即系唔知解释俾你听点解会感动咧，又唔知道，但系。嗰、那個一瞬間就係我哋要去到白頭偕老四個字，以為一輩子嘅推進嚟嘅。但係頭即係呢個，因為呢個廣告而令到自己一瞬間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，真係有一種離別嘅感覺嘅，即係有啲傷感嘅。但係估唔到老公丁子高居然比千嬅仲激動喎。咁我就話啊，即係又諗住啊，你應該冇乜嘢咁樣。咁跟住佢就喊啦，見到佢。佢喊先。係啦，佢好快。跟住然之後我就望住做咩？我以為我自己做咩？跟住後屘佢就唔願意同我分享啦。咁係男人嚟噶嘛？咁後屘我明點解啊嘛？咁佢話因為佢覺得就係嗰一瞬間你會有一種離別感覺，就好傷感咁樣。另外提到早前陈冠希在网上面回应自家品牌事件的时候，就突然叫千嬅和Eason做蛇蝎小人，千嬅看到会不会觉得很伤心啊？其实我又真的没看过这件事，那我又，因为他是我朋友，所以我就不回应了。